级汽车。最强磁铁车。想知道我的新发明是什么吗？就是它，最强磁铁车。让你们见识一下它的威力。有的汽车离开贝勒小镇吧，嘿嘿。哦，喂，你烤红灯了。你要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救命啊！我好像也不受控制了。呼叫指挥中心，我需要帮助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一辆奇怪的磁铁车把大街上的汽车都吸走了。好像要把所有的汽车都带离贝勒小镇。哥哥，我们快点阻止他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大力士吊车玛丽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伸出长手臂，咔咔咔，挥挥大铲子，哐哐哐，转转大车轮，咕噜噜，我们要进攻，向前冲，摇摇摆摆转不稳，慌慌张张没力气，小心小心别靠近，大树大树要抱紧，坚持住，大家需要我们。大大的铲子挖呀挖，紧紧抓住你不放手，长长的钩子勾住你，用力拉一拉，就拉成功了。大家快躲好，别找了，我们在这。举起我的大铲子，甩起我的大钩子，石头石头扔出去，哎呀哎呀打不倒，冲呀冲呀向前冲，让我紧紧贴着你，铲子用力哐哐哐，钩子用力甩甩甩，打败他了。怎么回事？大家又被吸在一块了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想要庆祝一下，一起来跳舞吧。迷你车大追捕。早上好啊，贝勒湖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是来体验升级的吗？没错。快
快进来吧。是这里吗？嗯，这次的升级能让你的车身变得更加坚硬。哦。哦，看起来太酷了。雷克警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按错了。为了火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雷克警长，真对不起，这次的升级失败了，三个小时后你才能恢复原样。哥哥，快来，我收到了求救信号，快走。大家发生什么事了？贝拉虎，我们的珠宝和金币都不见了。你们有人看见小偷吗？我看见了，是一辆很小很小的汽车，它被钻进下水道。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车呀？没想到吧，那可是我的新发明迷你车哦。我要偷走所有的珠宝和金币。哼，又是麦特博士在背后捣鬼，我要让他知道偷盗是多么错误的事情。我今天也是迷你警车，贝勒虎，我还需要一些帮手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迪娜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极速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还是第一次变得这么小，感觉好奇妙呀。大家做好准备，开始行动，来吧。下水道里好多路呀，迷你车在哪？你走这边，我走那边，分头找一找。目标出现了，站住你别跑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好像迷路了。那儿有个开关，看我的，转车轮车呀，左边右边左边，转一转车轮，麻烦姐姐啦。雷达滴滴滴滴，车灯闪闪发光，目标在前方，我来抓住它。引擎轰隆轰隆，看我加速加速，车轮快转动，向前冲冲冲，我是最快的旋风。左边右边堵住，没有退路，快发射大王，把目标困住。太好了，我的珠宝全找到了。哈哈，我的金币也都回来了。又一次完美解决了问题。不对，我认为不太完美，你瞧，我们还没变回去呢。我可不想一直当迷你赛车。现在很完美了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。酷吧。让我再看5分钟，要不
红装甲车。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宝龙装甲车。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丽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。是暴龙装甲车。酷宝，快跑呀。电流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丽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钩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头破啦，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逃。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。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。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。挖掘机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搅拌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，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了。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！失业的垃圾车。胖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啊，奇怪。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，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
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！好臭呀！啊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啊！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！小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到处都是垃圾，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事儿，瞧我的！城市里面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。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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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哐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，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，垃圾分开装，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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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垃圾全都看不见，街道变干净。快看，那边还有垃圾。哦，是怪兽垃圾车。姐妹们，快追！天空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。左边右边来包围，一起困住你。看我的石头！咕噜咕噜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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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噜噜噜，大把石头困住你。出垃圾，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。章鱼车来袭。一二一。一二，成功了，终于从大坑里出来了。太感谢你了，雷克警长。不客气，路上小心。嗯。嗨，小美。嗯，你好，雷。对不起，我弄脏了街道。哎，雷克警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嗯，今天是城市清洁日，我们必须保证城市里干干净净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好的，小美，我现在就去洗澡。啊，很好。我也该去打扫公园了。哼，你们想让城市干净整洁？哼，我偏要把城市搞脏搞乱。哼，章鱼车，该你出场了。救命，我被粘住了。终于洗好了，我敢说我是这条街最干净的汽车。是谁？
天哪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章鱼车在到处喷墨，这种墨汁又黏又脏。你们看。我们要赶紧清除墨汁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螺旋洒水车咕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长手臂无穷力气，大车小车都吊起，需要救援大声呼喊，超级汽车来帮你。大家都安全了，葫芦爷爷交给你了。呵呵，小意思。旋转喷射哗啦哗啦，上上下下都冲刷，加强威力喷喷喷喷，大街小巷变干净。呵呵呵呵，葫芦爷爷小心，站住别跑，守护城是我的责任，加速向前追追追，小心小心左右躲避，超级汽车保护你。哎呀哎呀，看不见路，开启雷达滴滴呜，发现目标快快行动，是猪大王成功抓捕。哦，钓到了一条大章鱼。哦，大鱼大鱼哗啦啦，冲上街道冲上房屋，大雨大雨哗啦啦啦，空气变得好清新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照耀城市美丽干净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每个角落亮晶晶。快看，有彩虹！哇！这个没用的章鱼车。还是我自己来吧，超级汽车，我要把你们飞啊！这个坑还没填好啊！救命啊！揭秘隐身车。天气真热呀！还是树下凉快。哇，毛毛虫！原来雷克警长害怕毛毛虫，这真是一个大新闻。妮娜，快把照片给我。不行，雷克警长，我最近在做新闻记者，这可是宝贵的新闻素材。你可以找找其他的新闻呀，比如贝乐虎和开心虎研发出了新的飞行轮胎。不够劲爆。旋风比赛又得了冠军。不够惊喜。那瑞博的超级魔术秀怎么样？我今天又学了一个新魔术哦，你们看。瑞博的魔术表演是不错，但这根本算不上新闻。你们想找新闻，那就去调查黑暗隐身车吧。听说他专门在夜里攻击路人，害得大家晚上都不敢出门了。黑暗隐身车？哇，这一定是个大新闻。瑞博，你说的黑暗隐身车在哪儿啊？大概也许可能就在这附近吧。我好困啊。大家打起精神，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查清楚。我好像撞到了什么。哇，谁踢了我的屁股？难道是黑暗隐身车？我发明的隐身车可是连雷达都找不到，超级汽车，看你们这回怎么办。
观众朋友们，记者妮娜正在中央大街为你带来黑暗隐身车的独家报道。妮娜在说什么？他是说，黑暗隐身车攻击了我们，我们需要升级作战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七彩搅拌车，瑞博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快看，一定是那辆黑色的汽车，它消失了。目标消失了，开启雷达寻找。嗡嗡在哪里，嗡嗡在哪里，嗡嗡在哪里，哦，怎么找不到。咦，那是什么？沉沦沉沦过马拉，快躲开别受伤。咚咚跳一跳，咚咚跳一跳，咚咚跳一跳，啊，危险，快快跑。隐身车又来了，小心小心，它来了，水泥已准备好。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啊，糟糕，喷错了。抱歉，我们这样是找不到隐身车的。瞧，地上有它留下的痕迹。跑呀跑呀，向前跑，我们发现目标。咚咚，别想跑。咕噜咕噜，别想跑。嗡嗡，别想跑，你被看见了。追呀追呀，向前追，我们把你包围。咚咚，快停下。咕噜咕噜，快停下。嗡嗡，快停下，你被抓住了。干得漂亮，现在我要把他带回警局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拍一张照片用来发布我的新闻。奇怪的狂风车。今天的天气真好啊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阿丽。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你看，风来了。乐嘟嘟，坚持住！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，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。小心！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，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，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吹，狂风呜呜呜吹，汽车汽车天上飞，危险危险快帮忙，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，大大狗子甩呀甩，别怕我会抓住你，我来接住你们。山呀山，救护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，紧紧抓住跟我走。大家都安全了吗？嗯。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。没事，我们再来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啊，他的风扇被粘住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一日警长，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，是我是我是我，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哼，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旋风警长有办法，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，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旋风，为交通可真难，抓小偷呀！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轰隆轰隆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超过你啦！我赢了！旋风，这不是比赛，我应该抓住他，改变我的方向。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旋风做得好，遇到困难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，遇到困难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，别
别客气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怕辛苦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热情勇敢不怕困难。好累啊。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啊，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大嘴贪吃车。啊，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咦，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咦，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，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，我也得好好准备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，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。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。送给你，乐多多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哈哈，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哦，听起来很神秘呀。我的礼物！嘿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跳跳车库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家准备的礼物，烟花秀。礼物都混在一起了，我们分不清。嘿嘿，没关系，今天是礼物交换日，这样不是更有趣吗？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互换工作。啊，好无聊呀，每天都在不停地送货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丹丹，我要送客人去沙滩，先走了。再见，妮娜。真羡慕妮娜，每天都可以载不一样的客人去不一样的地方，肯定很有趣吧。好了，班班，可以出发了。目的地是……我知道，农场。反正每天都去那里。嗨，班班，又见面了。嗨，妮娜。班班，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我的工作太无聊了，我想换个工作。做，那你想做什么呢？我觉得你的工作很有趣，我想试一试。好呀，那我们互换工作吧，我替你送货，你替我送乘客。太好了。贝勒虎开心虎，什么事儿呀？班班，朱大叔很着急，你快把他的货物送到农场去。好的。可是我刚刚和妮娜换了工作。换工作？没错没错，班班帮我接送乘客，朱大叔的货就交给我吧。那好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巨无霸货车班班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是啊，这份工作太难了。我们还是换回来吧。我是跳跳出租车，不送货物送乘客，乘客乘客要去哪？放心，马上就到达。我是巨无霸大货车，肚子大大能装货，跑到东来跑到西，送货从来不犯错。是和我，不要不要换工作。
点闯祸，幸好问题都解决了。斑斑，你呢？酷宝，我听说你们今天换工作了，好像很有意思，要不要跟我换换呀？不要啊！